好，各位钓友大家好，今天到货，哦，手刹车终于来了，中高阶的，好，然后这些啊 ，Piper， 它分为有五种型号，因为还有一种是XG的，XG的我就没有展出来了。好，第一种，这是左右互换版本的这种。啊，左右手互换呢，有些人不喜欢 SUT， 因为 SUT 它这个通病就是手把关节它的 absorbing 比较大。啊， SUT 有个好处，它就是脚踏车系统，我们在放线的时候它可以稳定机身，有没有？手把不会动。然后这是左右互换版本，就是我们放线逆转放线的时候手把会跟着转。它总共有五种型号，第一种是左右手互换的，还有右手XXG版本，最高高转速的，最高高转，然后手把可以折起来，我们在收卷烟器、收了保护套里面的时候比较好收纳，比较好放。再来就是左手XXG，左手最高转，左手版本，左手右手最高转都有。再来就是3000 Type G， 我们有时候要钓大物，因为XXG它的收线齿比比较高，所以它卷起来会比较重卷。Type G 它收线比较慢，它是比较低齿比的，所以它会比较省力一点。有时候要钓大物卷不好卷的时候啊，可以挑 Type G 来使用，然后它也是固定手，它不可互换的。再来就是 Type 的下一阶 Dispina， 这也是新版的 Dispina， 它也是左右手互换的。Dispina 有个功能，就是它前面这个有这个开关。它这个开关是要干嘛？就是放线的时候阻尼，有时候我们手刹车放线放太快，把它调过去，它放线就有阻尼。那这些卷呢，一律都私讯报价，有喜欢可以直接找到我们，谢谢。